亿的负债并没有让恒大破产，但是一些债主已经先他而去了。2022年5月份，曾经的建筑装饰一线企业深圳广田股份不得不变卖资产求生存，而广田最大的客户就是恒大，他持有恒大逾期未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达到了32.47亿。如果恒大多少能够还一点，广田其实还不至于砸锅卖铁。这还不是最惨的，还有一家装饰企业叫做金螳螂，它呢被恒大拖欠了41个亿，还有做幕墙门窗的嘉裕股份手中捏了13.16亿的恒大商票，但至少他们还勉强的活着，还有点希望能够等到恒大的还款。有些真的可能等不到了，和恒大有业务的3家特级企业和4家一级企业因为被恒大拖欠工程款不得不宣布破产，这其中就包括了修建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的，也是我们老家的企业南通六建。他们扛住了最苦的工地，但是他们却扛不住恒大的这个债务啊。还有代理了恒大1/3项目的承销商易居中国，恒大欠了他将近40个亿，目前呢易居已经深陷美元债的违约风险了，已经被港交所暂停交易了。还有一家哈新房销售服务商世联行，这个恒大呢是拖欠了他12亿多。还有给恒大做广告的上海聚盛万和，恒大欠了他2个多亿。据统计呢，恒大对于供应商的欠款达到了5000亿，从建房到装修到卖房到广告，整个产业链都被恒大的欠款所拖累了。比起这些供应商，其实金融机构就更惨了，欠了民生银行293亿，欠了农行242亿，浙商行107亿，光大行100亿，工行97亿，恒大一共欠了128家银行2323亿。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欠款就更多了，121家非银行金融公司给恒大的借款达到了3684亿。另外呢，这个境内外的公司债权2350亿，当然了还有许家印的那么多的老朋友其实也被坑惨了。易居中国的老板周兴和许家印呢是多年的老朋友，2008年恒大急需资金周转的时候，周兴豪爽的给恒大垫资了10几个亿。这个许家印呢也挺够意思的，把全国1/3的项目代理都